我们几个兄弟啊，很多个月没有见过，但是我们有人哦，我们有电话啊，李友强他生日，我们有跟他说，但是见面的最近的比较小一点，但是秀金男的住在我附近，所以我有见他。对，有冇机会啊？你哋再一齐拍剧啊？我希望我们有机会可以一起再拍啊、旅游啊，可能电视剧也要看看他们的时间可以配合。对，刚刚啊陈姐话有机会嚟咁翻拍剧咧，你自己咧？我应该七月中会开新的电视剧，但是现在什么也不知道，我知道是时装的。其他的还不知道。疫情这段时间你自己的时间怎么用？最近的疫情的时间我在家比较多了，我每天也做一些运动啦，还有去买一些送菜啊给我们孩子吃饭啦，每天在家看电视剧啊，看电影啊，蛮开心的。但是我真的喜欢开工，快一点开工比较好了。变咗同屋企人嘅时间多过以前啊？对，最近跟我小朋友见面的比较多一点，还是开心的。